在视频开始之前，有件事想麻烦各位朋友们。如果你手机有下载西瓜视频，烦请为我投票。最近我正在参加西瓜视频嘉年华活动，你的每一个助力都是对于我的支持和肯定，感谢。这里是广东普宁洪阳镇马后山村。马后山村是一个值得旅游的村庄，这里依山傍水，因老在中间的山坳上有石头形式码头而得名。老在地理位置十分独特，从高空俯瞰如同一个八卦村。这里四周环水，组成着水乳交融的生态环境。据说在革命历史时期，我们最伟大的总理周恩来爷爷也曾经到过这里，领导潮不会民众参加反地主反剥削的伟大斗争。这是一段值得当代年轻人去记住的历史，而老在紧凑而又古朴的建筑、巷道、横七竖八、喜事民工也深深地吸引着我，特别是住在老在里面那群最可爱的人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曹友记，这边是马后山，一个很有意思的古村落。刚刚在飞无人机的时候，然后发现这个村子是依山而建，整个村子呈现是一个八卦形，特别的有意思。那这个村子有什么样的景点在等着我呢？跟随我的镜头带大家一起去发现。洪阳镇这边大多数都是种植花木为主，这个村子的老寨是呈现圆形的，这边应该是南门。刚刚我也是来到这里，然后有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村子老寨，这里分别有四个门，东南西北。很多人都好奇为什么我总是喜欢探索一些古村落，其实可以将一些古村落然后通过镜头介绍给大家，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。这个村子有很多的姓氏，祠堂也是非常的多。好，在见了没？我最好啊，最好啊！我最后是做纪录片的，做纪录片的，做纪录片。哦，哎，我是纪录片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做跟人合作吗？我猜见到人哦，我猜见到人，我唔该见啦。哦，有这么多老宅就看。在山就咁样。哦，在山又三四太阳。多谢老宅看的，人这。钓要钓嘛？我钓呢。哎呀，还没耍头摆哦。那耍是耍到这九点多了嘛？啊，耍到这九点多呢。嗯，是的。但是不然，你我只不过讲，因为你这老者好意思是啊，但是多个刀匠吼，一动到有这个耍。是啊，看到这个环境肥么？嗯。哎呀，可以就过来做啥？我等下买到这了，我做看看。啊，你跟就跟大哩嘞，家该去做。嗯。老人家看见我在拍这个视频，觉得也是挺奇怪的，可能跟我一样，拿着一个手机在外面拍摄的人是比较少吧，所以就觉得有一点奇怪。刚刚也是有引起了一阵。小小的围观。马后山村始建于明。
真实的我应该走向哪边。杨氏祠堂终于在这边看见另外一个姓氏的祠堂了。刚刚就是说到这里的姓氏很多，连续走过来的话都是看见三个祠堂姓邱的，终于在这里看见一个另外的姓氏王氏。在身后这里这间祠堂就有一点破败感了，中间门匾都看不见了。刚刚有从那个门缝里面看过去，里面是杂草丛生，就是不知道这间祠堂究竟是什么姓氏的。二谢，莫是敲门的，这个树洞该是什么来的？辛苦哦，辛苦啊。哦，还等到做这个门兵做去无？辛苦下吧，搞成这两下嘞。这个脚，这个跳落啊，这脚。哦，先跳落。跳落，慢慢个脚三样头跳。哦。就三样头跳了。有脚的脚，有脚哎，有脚的脚的，哦，有脚的，有脚我都唔爱向跳啦，我脚西向跳，你讲脱个脚西到个向跳。你这个树洞做无灯烧这个？啊，入洞树无钱。这个是？啊，入洞哎，入洞哎。入洞哎。入洞哎，六磅树哎，入洞。哦，磅树哎啦。啊，入洞哎。入到一个人无钱无实力，哦，无钱无能力实力，干咩搞两个塌了？是啊，可惜。搞两个塌了。嗯，你这个先是福做呀，福做先呀哈。辛苦无一样无的，辛苦上多的，三样就减。我听到好像先错到哈。无。无先错咩？有点有，先错要买。哦，多少买到？要买三样就得少。哦，哎，生菜甲生羊，哎，生苦相对，人相对。啊，这那生苦的都占七八成。哎，生苦啊，啊就哎，啊就伊就不够成。不够成，哦。好了，参观完了，把这个门给它关一下。这里好像有人在唱歌，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里面没什么人的话，然后高歌一曲还是挺不错的。是白天真吗？还是真的傻？是白天真吗？还是真的傻。我操，这里的蚂蚁好多啊！刚刚坐这里没发觉，这里蚂蚁好多。这是一个芒果树，芒果丛收了之后，然后掉下来，掉在这里，吸引了好多的蚂蚁。幸好我今天是有备而来的。出门在外，防蚊虫叮咬，一罐花露水很重要。这罐花露水，我就不挂链接了。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，就在我抖音橱窗里面下单就可以了。两罐9.9元，很便宜。现在是中午时间，中午的话，在这个老宅这里基本上没什么人。看我全身已经是湿透了。老宅，哎，见了呗。你讲不如家乡，哈？哈，你讲不如家乡。我丈夫的，你不包我的。哎，你不包我的。你怎么是安阳，普通安阳啊？我丈夫的。是安阳。是啊。丈夫我跟白花渐渐去，爱心肠的，因为海门嘛是住我的北去。我北困啊。啊，你来拍点只狗上网呀？有啊，有上网嘞。啊，你买肉拍点，你买个牛头顶浸油猪。有啊有啊，等下卡，我上来将一道自己。老子啊，叫做怀着灯呢，怀了只拍灯，灯多起哈。诶，点解个后头本身就去拍人咗？诶，哎呀，等下起哈。如果我个成绩系含过，佢竞选结婚啊？
哈，经常过去小摆顿啊。每十年间就再去再过，苏城的鸟海母蛇都含去。哦，来来来，买你来来，没，做好。哦，今日我就该再去啊，西路红山。我做个钓鱼，我想吃钓红钓鱼。是啊。我唔该成全部人再去再去。那做钓鱼破冷，佮现在也是这个个咧。啊，哦。那个路口顶还没紧紧，来往也是非常方便，明白无？迄个中央超市啦，老政府超市，这个中央铺够还够。无啦，我觉得呐，这铺人好。铺人输中央真无值钱。不一样。你啊，兄弟啊，我动物啊。动物，动物唔多只，动物个多只。头搞着，是啊，贵属贵嘛，贵属贵啊，是。我讲咱你这蛮好个破人啊，发展好啊。本该要要发展个遐，要要在咱个个富士路啊，土家农做，俺结果你人农家都顺着。你老人家，你在台湾经营好，我哋等你破人好。我本无要，破人在上头，你做个官嘛去耍流耍。老政府个管到啲普通个住房，我再去任职去，去上班去个是邻舍啊，个邻舍，个五个咩大街啊，啦，是，个五个我再任做先生，做诶，我再去去咗落，嗯，你都是老人家，即忙啊，可能过去上班多见见啵。我啊，几万年不去。哦，几万年啊？就四五十年，三十年多。无事，叫说今日潮流叫他剃头诶。嗯，今日开唔到，那开以外你，那个咩系咪死人啊？那个后面那个人系咪死人？那无多。叫说今日啊，潮流好惊惊诶。有啊，今日无啥爱。好，等下我来继续拉下。嗯，好。唔够。